我伫遮，我会记我抱着遮，伊个宝宝倒走，然后有一台车弄过来，感觉我死啊，这是奈何桥？ 哎，小姐，你是不是走唔对路，找袂到所在回去啊？这到底是倒位啊？这是什么所在？都要看讲你想要去倒位，你想要回去，也是想要过这班桥啊？怪着，我会当去倒位？桥的那边有你思念的人在等你啊。思念我的人，敢讲是天顶，我要去找伊。 不过当起路是咧另外迄方向呢，敢讲你无想要当起啊？有天顶的所在，就是我想要去的所在。我真正最思念伊，我要去找伊。你莫怪我，我真正最思念天顶，我无想要过过无伊的日子。你把我放开啊！你把我放开啊！你把我放开！你咧创啥？ 这个人，这个感觉，哪会这么熟悉？这个人，这个感觉，哪会这么熟悉？敢讲是？不可能！你到底是谁？ 你讲，你到底是不是林志明？莫讲我好我心无，莫讲骗我，那无我一定冤枉你一世人。你给我放开啊！大小姐，我是臭豆腐，我回来啊。 你拢怀疑家己后半世人交互我，我当然会阎罗王爷吼，变心啊，走回来。你是宝贝，后盖怪过你亏你啊！天庭，真正是你。我甲你讲哦，这代志虽然讲哦，真歹，虽然伤心，不过我真正是你的天庭，我真正是你的臭豆腐，我回来啊！ 天你已经死啊！你无可能搁倒来我身躯边，你讲，你到底是啥？你是安那一直要给我希望，煞搁给我失望？有一天我全忘个时阵，拢亲像我甲店里搁是一家，我真正袂堪啊！这若是失明吧？你讲袂，我拜托你，叫我试过来。 叫我试过来，来，叶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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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的事情要是点点，你即马想办法证明给我看。啊，若无，我就随报警，告你诈欺哦。你较紧来，都听来了。我感觉妍希宝贝也是感觉拢无病，感觉这么啊吃的，但我吃得足够足的，我喜欢。喜欢你的头啦，高秋，你去就帮他证明你是甜丁，安那我不爱睬你哦。哎呀，
我无看，恁继续。搁报警？唔嘛。哎，老公老啊，你了紧无？啊，那弄歹去出听哦。我啊，我可以听啊。啊，小弟我爱这个。哦啊啊！哎、啊，你嘛够好心的，你咪。啊！无你嘛，咱像人饭店门口挂一个“请勿打扰”，哎，人若入来无多看你做迄个比烧金阁较严重的代志，哎，爱来看呀。我咪挂我先好哩。就是呢，你大声细声，我咧讲，迄个毋是我哦，诚心诚意哦，逐工踮咧念经拜佛，求求皇大帝吼，甲你保庇，后尾你就命安怎捡倒来，啊，那我鉴定。这都袂怕啦，又不妨告诉你啦，你是啊，哎呦爸。真正辛苦你啦！这段时间哦，你爱照顾妍希，无要紧，为着我第一个早饭，真正辛苦你。啊，好啦，平安回来就好啊啦。我跟你讲啦，国家那辛苦的拢基础的代志啦。我一样拢相信讲吼，人去做，天去看。啊，你一个骨出头这多样，天公边一定给你保庇的啦，对吧？那无江宏杰。搞我多钱的钱财要给来弄啊！对啊，我的囡仔嘞，你有要紧无？我之前为山顶来弄来的时阵，我老真侪回，敢有想到囡仔？妍希宝贝，你放心啦，啊宝宝吼，跟妈妈同款，哇，我坚强的呢，只能讲吼，妈妈拼死命的保护伊，哦，伊不可以闹开，平安无代志啊。感谢神嘞。好佳哉，爸爸，多谢你哦，这尼啊勇敢，陪妈妈活落来。这好代志，这好代志，我来讲，这叫做吼好心有好报啦，对不？妍希安尼吼，无顾家己的性命去救家园的囡仔，嘿，天公不要看了，我当然保护迄母子平安啊。